大家好，我叫严元阳，今年八岁，二年级了。今天刚好是我期末考试的日子。啊？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第一次看见有人逃考逃得这么理直气壮，宣布给全国人民的。那你怎么今天没去考试？因为我是美术生呀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叔叔跟你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因为叔叔是保送生。你看，很自然的，他们三个人坐到了一起。